从308反核游行到现在，其实还差不多才将近一个月而已哦。但是我们还是迟迟没有看到政府积极的回应。那本来呢，我想大家都有听说，好，从经济部长从年初的时候就一直在预告啊，就是核四湾检即将在6月完成，那9月就可以开始申请燃料棒的装填的程序。那这个消息呢，其实让所有的民间团体都非常非常的忧心，也非常的愤怒。所以其实我们本来预备在今年的6月到9月会是反核的一个关键期，要全力的迎战。那我们大家都有拼命要阻挡这个核燃料棒这个运转的一个准备啊、哦。翻天哈，把已经翻变到30年啊，核市场从69年开始征收土地兴建到现在已经34年了、哦。啊，我希望啊，跟那马总统哦，不要一意孤行，如果能够完成，早就完成了，一直拖哦。我常常在讲说，不要把核市场当成是洗钱的工具哦，啊，不要当诈骗集团的首脑哦，来诈骗我们人民的血汗钱。核热厂已经骗了我们很久了，从建厂到现在40几年，刚开始起初跟我们讲说三转25年之后除役，之后说要延到40年，核一厂现在剩大概4年多，40年就到了，现在跟我们讲要60年，我相信哈，北海岸绝不接受，而且一定全面抵抗。昨天我到金山警察分局申请路权核热厂，我想我们今天接下来北岸的行动绝不是温和的，绝不是依法的，绝不是在体制内的。我想各位应该都看过，几年前我们会长曾经开卡拉车塞卡拉车就会核热厂，我想今年应该不只是这样。核四燃料棒本来宣称在下半年就即将要插入，然后包含核一核二也面临它即将到期要除役，高放射性的燃料棒已经在燃料池里面都爆满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希望马政府不要再拖哦。我们现在提前引发这个反核大战，请他千万不要轻忽，这绝对会是遍地烽火，绝对会有许多更多更多的行动。其实，在桃园，我们要在4月23。发起在桃园火车站静坐，我们希望告诉桃园的民众，桃园都已经要变成直辖市了，我们到底敢不敢跟中央政府说我们桃园不要核电？其实桃园离核电也只有60公里，只要发生核灾，其实它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而且在桃园也有一些核废料在桃园的研究院里面，这些其实都是桃园居民不知道的。我们希望在那边静坐，用把我们自己想要的诉求来告诉政府。台湾有一个世界上数一数二严格的鸟笼公投法，这并不是江奎所说的中间偏严格而已哈，更不是江奎在去年所说的这个合理的门槛啊。就像我们知道在，在政治学的研究上告诉我们，公投门槛的设置，它会导致那个动员投票的人数是门槛的2倍，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现行的公投门槛是多么的不合理啊，那也就演变成去年有一个由少数民意支持的官方，也就是江奎推动的一个陷阱核四公投。那么这个方这种透过这个方式要来这个扼杀这个70%的民意。从现在开始，反核的行动会在全台湾各地有各种大大小小，在各个场域都有各种的活动。那希望每一个爸爸妈妈都不要忽视你的影响力，盯紧脸书，盯紧媒体，盯紧所有的新闻的报道，了解反核团体在哪边有什么活动，你就去。一个下午呢，可能只是喝一个下午茶的时间，可能一个下午呢是看一场电影的时间。可是如果一个下午你能够参与一个反核的活动，我觉得我们是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自己的未来做一个最好的保障，并且是要告诉我们的政府，希望你让我们人民做主，经这么多的民意这样子显示了，你还要一意孤行，所以我们一定要做我们的做示范给我们的孩子，人民做主，停建核四。在前几天，林益雄先生他就率先，以禁食行动提前引发了这个反核运动的这一仗啊。好，林益雄先生他要以他个人肉体禁食的方式来阻挡核四的运转。那我们这些民间团体看到之后，我们非常非常认同林益雄先生这样子一个坚持守护台湾、反对核四的决心。所以呢，我们也将会在从本周开始发动一连串具体的抗议行动，一起来逼迫政府、督促政府尽速达成废核的要求。好、哦，
民间目前对于废核已经是算是超过七成以上主流民意的要求了。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倾听民意，能够尽速停建核四。原来我服务于原子能委员会下面的核能研究所，现在核能研究所旁边的大汉溪，在大南水、大南那个净水厂，还有板新净水厂上游10公里左右。各位知道，他们把许多许许多多的核废料倾倒在大汉溪的上游，你们知道吗？有2000公吨又土的核子原料，现在下落不明，20年来没有清点过，没有盘点过，结果有一部分被盗采砂石的挖出来，铺在桃园的马路上，结果9条马路变成辐射马路。各位有没有印象？20年前，总共挖了4公里的泥土，挖起来才把马路清干净，挖起来的泥土又丢回核能研究所。马政府他用大笔的预算下去，我们可以看到电影院在拍这个永和的广告，然后在公部门花各样经费想要去做这样子这个文宣教导的这个文宣宣导，但是我想已经没有，现在目前已经大部分的人民已经不会受骗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呼吁马政府的时候，我们不相信政府假的安检啊，因为他安检只有安全才是唯一的结论了。那这样活动人的这个安检我们不接受，再包含他还骗大家说啊没有核电会缺电啊。那其实早就环保团体在这2年的游行时候，我们都有提出诉求，都有提出替代方案，提出数据说台湾早就不缺电，我们欢迎政府来跟我们辩论啊。我们要打破这个能源政策，其实它也像是一个黑箱，明明我们拿到的数据是不缺电，但他自己关起门来说缺电啊，还希望用这样子这个政令宣导来骗大多数的人民哦，这个部分我们已经不接受，包含许多的核电谎言，我们都会希望能够一一的揭穿。完全移民，全国串联，全国串联，遍地烽火，遍地烽火，停建核四，停建核四。